阿贤即讲伊个配菜吼，伊讲伊个五阿伯呢，到底是虾米原因吼？伊敢是落困吼，因为伊个后期呢，算讲伊个业缘吼，拢有黄大黄大一种现象。其实你已经把它回答出来了啊，就是讲啊，伫这部分的看法，咱是同款的吼，这确实是这个啊，这个落困的这个问题啊。为什么吼？这个啊，因为一般来讲吼，这个落困哦，伊是一种真菌性哦，真菌性的一个这个病害啊。这种真菌性的一个这个病害呢，伊通常是爱。去破坏着作物的这表面吼，还是讲有一个所在有法度去侵入，所以一般来讲吼，伊会真容易为这个叶缘的一个吼，比较较容易呢啊，为后期这只家来入去，但是唔是绝对吼，唔是讲啊，伊通常是为这个下表皮这个所在伊的啊，伊就较容易呢，改这个侵入吼，所以呢啊，有时候吼，通常啊，这个咱多数呢啊，爱稍注意者吼，啊，这一般那是。啊，是落困吼，伊通常会较容易安尼一角一角吼，所以因为你啊有这种表现，有一点爱有啥那种一角一角安尼吼，咱咧讲诶讲啊，落困诶小可有一个脚斑吼，这种一角一角这种诶这情形啊，一般通常是这个后期呢啊会比较严重，尤其那是高温吼，比如讲温度较高啊，这种情形伊诶叶缘呢就比较容易呢啊，较无像你用吼、哦，所以呢。啊，你也当稍注意者，啊，这一般通常啊，不啊，拢会建议讲啊，伫高温的时阵，你一定爱注意这个啊，除了讲落困病以外，哦，高温多湿，哦，这落困病以外，一定，你转落困一定爱加一撮啊，这冬剂，哦，这伊的效果呢会比较好，哦，你这叶后表面呢，啊，你也看到有一个啊，从有一点啊，像要缺镁，唔是缺磷那种安尼红的，有点。淡淡的迄种要紫色安尼吼，其实主要是变黄啦吼，啊伊还袂变黄之前，咱看上你啊一点啊，黄甘啊，接近浅褐色又有一点像吼，佮有一点啊像啊，即个紫色的吼，啊当然伊毋是足深的紫色，浅浅的吼，迄有一段时间，所以你看起来是安尼吼，所以即个要稍注意者。那么通常伫热人的时阵吼，咱所有的菜拢是同款，都很容易缺钙。所谓菜拢同款，吼，拢会缺钙。啊，伊缺钙伊上大，即个表现当然是心就容易出问题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就是啊，迄个叶缘吼，就后期就较无当看你用，吼。所以呢，你一定爱注意这方面呢，一个防治啦，吼。那么咱咧用的一个药啊内底，吼，就是讲啊，尽量卖改加重，吼。啊，你那咧啊，热人咱咧转后面肥，吼。有当时咱转药啊，先刷加一撮啊后面肥。那么寒人一千八无问题，热人你会当放较轻的，因为伊迄有当时啊打水打了伤强，啊，伊会较容易呢，迄、那个后期吼，就较容易受伤。啊，伊若小花受伤是啊，迄、那个困呢，就较容易为迄个所在来个一个感染吼、哦，所以这里要小心注意者安尼吼，所以啊，为落困啊，然后稍微补一点点钙吼、哦，这个问题呢就可以减少很多。啊，我是建议讲，你咧落肥的时阵，还是讲你后边，你会当热人吼、哦，用一撮啦，这个四美八钙啊、哦，咱只叶菜类呢，伊的这个表面积哦，迄表面积足大，所以伊种吼、哦，伊的蒸散作用嘛足强的、哦、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那是小花堵水啦，还是讲小花落雨啦，哦，还是讲啊，这个。乌阴啊，出咩日吼？啊，即个镜头出头都拢足济，因为落雨降水伤济呢，啊，根就较无容易吸收即个营养分吼、哦，所以啊，热人吼、哦，咱那是咧防治的时阵，就是讲啊，一定爱强化吼，迄、哦那个钙呢，先钙补足，啊，唔通让伊出现欠缺啊，欠缺吼、哦，有当时啊，平常那天气好，无啥感觉，比如讲你寒人菜足好种的时阵，无啥物病，你袂感觉讲迄个钙足容易。有因为他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你那是热人的时阵啊，消化也无讲有，伊就较无容易吸收，所以迄个缺钙啦吼啊，这个、问题就较容易产生啊。等好咱看到的拢未有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你一定爱伫即个钙的部分吼、哦，这补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通常咱会建议讲后边四美八钙哦，四美八钙呢啊，补补啊，你咧当转药的时阵，你甲揽一撮啦吼。哦啊，后面呢，小造一下吼，伊个菜呢，啊，加真水吼。那么啊，其他就是讲，你咧转即个落困的时阵呢，
那么注意哈，就是讲啊，虽然阿伯也推荐你用这个四美八钙，因为但是呢，你卖抓伤济哈，比如讲一千杯、千五杯，宝宝啊，足少的一点点啊，啊，伊后面有法多去吸收哦，啊，然后配合这个玉米素做伙用，还是讲用这个天然细胞分裂素，正经那大热的时阵啊，两项会当配合来用。啊，那乌阴你得当用 N 九，哦，啊，那无呢，你得玉米素热。也让增加细胞质的这个流动，啊，你咧转药的效果会比较较好，哦，这提供予咱这位听众朋友啊，稍做一下参考。那么，至于这个药啊，吼，大概你应该拢做清楚，吼，但是一定爱注意这个啊习惯，吼，我感觉讲咱一定爱啊，尤其呢，阿伯若看到青龙，吼，就讲你若啊已经像阿伯这么老啊，那就算了，吼，你得啊青青菜菜，但是你若是讲。青农吼，即、這个很年轻的一个即个农民，咱要做的时间足长的，所以咱伫少年的时阵一定爱啊开一点啊时间来累积着咱的一个即、這个啊累积哦，去累积着咱对即、這个啊咱的技术哦。啊，技术是啥物吼？有诶讲啊爱抓啥物药啊？啊，唔知啊去共问啊，即种咧学吼，上过头班吼，迄、那个经验啊上过头班。上个重要就是讲你抓啥物药啊，你一定要去知影讲我这药啊是啥物性质。哦，啊，要知影啥物性质，得让去查。较早讲啊，得爱开钱去买册。啊，即马你也免吼，农用药剂分类及作用机制检索表，对不？啊，你也免开钱去买，这人帮你写好啊。啊，这也免钱，电子版的吼、哦。啊，摕来你得家查看卖啊，一啊特别的，若要抓要抓啥物药啊？吼，比如讲啊，我这边抓是抓啥物款的一个这个药啊？吼，啊我。啊，改查一下吼，啊，伊是虾米哪一个成分哈、啊？那么是，哎、欸，我这边抓的是这个氟赛德，吼、啊，阿氟赛德哦，伊就是啊，对一种的一个这个药啊，吼，啊，我这边抓是抓啊，三赛四哦，啊，三赛四呢，啊，伊就是一个叫做三四苯腈啊，这个赛四类的一个这药啊，啊，这是虾米款的一个类型？啊，这啊，有一个 FRC 哦，这种就是讲。啊，一个用药的这些编号，哦，哎、啊，到底是啥物？不一定你也去了解，但是你也怎讲这编号同款，这就是抗药性的一个哈。啊，你也怎讲伊的编号同款的时阵，你就怎讲哦，这就是同一种的药啊。哦，比如讲咱咧用的这个药啊，内底呢，赛氟宁、比芬诺、尼瑞莫、芬瑞莫、尼瑞莫、芬瑞莫，咱咧抓啥物？哈、哦，咱咧抓白粉啊，伊咩类啊，普克拉啊，伊咩类甲普克拉，咱咧抓啥物？哦，咱咧抓万高啊。那么这个赛氟唑，哎，都叫一个赛氟宁，今嘛个一个赛氟唑，哈，啊，这大概啊，你怎讲？哎，这个大概都是同一类的这种同一类的一个这个啊，这个用药，吼、哦，这后边当然个作者，因为这类的药啊，真好用，吼、哦，三肽酚、三肽溶啊，是克利、代克利、非克利、普克利，哈、哦，那个什么利、达克利啊，作者，哈、哦。啊、你就知讲哦，原来这是同一类的这药啊！啊，你特别拢甲抓，较抓到抓这個，较抓到抓这個，抓到尾啊，伊就会麻去。所以咱啊，爱安怎轮流用药啊？啊，要轮流用药，唔是讲凊彩讲讲的哦，就是讲啊，你会当安尼慢慢去累积这个经验啊。拄开始咱未晓，咱会当互农药店帮咱配。但是你顶届抓过啥物，你讲哎、欸，我顶届抓过啥物，这边个抓这刚好啊，问看卖者啊，唔通一届就讲哎。头家，我无爱这种，我顶届已经转过啊，怎啊？你你那人有诶，着看到你着作神诶，除非你也足厉害吼。啊，嘛毋是讲足厉害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配药啊，配甲介有经验嘛，你有你家己诶即看法吼、哦。啊，像进前啊，不啊咧做温室诶时阵，啊，即农药店看到我，拢会讲啊，你家己干哦哈、啊，你家己干哈，伊无爱配合我啊。啊，为啥伊无爱配合我？因为呢，啊，迄阵大家对温室无了解吼、哦，所以常常呢。啊，迄配合外药啊，全来拢着伤，不时咧着穿吼，伊也足歹势啊。咱是嘛唔敢去找伊讨啦吼，啊，但是啊，讲啊，他全来拢伤着安尼吼，伤两边了，伊就唔敢去配药啊，难啊，对无？啊，只好咱着靠家己去啊去了解吼、哦。所以你接咧用的这药啊，哦，有几种吼、哦，比如讲啊，你这边吼、哦，你这边呢去抓一个这个。啊，比如讲抓布瑞莫，对吧？啊，你抓布瑞莫，感觉未歹，你去甲查哦，布瑞莫哦，这就是第八类的一个，这个药啊编号第八号的。哎，佫有一个，这个你看到的，就讲哎，同一支药啊内底，佫有一支叫做伊瑞莫，因两支是同的。啊，你就知影，你就比别人较了解吼、哦。比如讲，我这边啊抓布瑞莫，我后一边我就卖抓伊瑞莫啊，我就一个卖
还是讲你这边那是哎，进前转这个布瑞莫无效啊，我后一边哈，换这个伊瑞莫，但是你卖讲这边转无效，后一边啊，过来就随转恁咱浪过白种的，因为伊拢八号的嘛吼，你感觉八号的效果无介好，那么第一边转无，你就先甲跳过浪过，啊、后一边他搁回头等下用伊瑞莫试看卖啊者，安尼你就知影，你就知影这个药啊，你咧用的时阵。会夹手袂夹手，吼、哦！啊，迄一工哦，就只要半个小时，你要转药，你这你今日转啥物药啊？你需要做一下这记录。一般咱常用的药不会超过四十种，食得用的药啊，袂超过四十种。啊，你足紧，你就对这药啊，就足了解。啊，你若是啊，搁较认真哦，你会当去啊去查这個、这支药啊呢，伊详细是啥物款的这個、这個、情形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物件，啊，这到底这支药啊是咧创啥碗糕，吼、哦！啊，伊即有一个即个农药的一个册，啊，迄阵你当买册来啊来看，迄足大本的吼，迄阵咱捌做伙买过吼，真侪好朋友讲买迄拢咧做枕头，啊，迄本迄个本来迄个字典的物件，迄就是拿咧做枕头用的，放伫边啊，你敢有可能为迄个英汉大词典，你敢有可能为第一字读到上尾一字，除非你外文系的嘛，对吧？我文系嘛无安尼读啊，对吧？因咧学农药，伊嘛袂为第一字药啊读到上尾一字药啊。但是你上无知影讲，哎、欸，这支药啊到底是啥物啥物个性？啊，咱咧去甲查看卖啊者，哦吼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咱是不是得对伊搁较了解？啊，接用的迄几支，啊，即马拄着唔捌嘞，咱搁甲查一下，安尼就好啊。迄就是字典吼，迄、哦、毋是叫你背起来，倒有可能你背起来，啊，不啊，看遮济单啊，我嘛无甲背起来。但是咱咧接用迄几支药啊，你对伊背起来。所以为什么常常伫节目内底，咱甲你讲啊，这个唔通用这个百克明去罐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迄就是人册内底甲咱讲啊。为什么册甲咱讲？因为原厂是安尼甲咱讲，原厂人就甲你讲，伊这乙型性无亚脱敏遐尼好啊。乙型性无亚脱敏遐尼好，你罐头的时阵要安怎乙型性会好？但是你转伫后面都无同款啊。我转伫后面，我若转后嚼，伊嘛是袂歹啊。哦，所以唔是讲药啊无好用，有时啊是咱无甲用好。哦，所以咱一定爱啊，伫这方面呢啊，不断的去。去提升自己哦，你阿公的老啊，老狗学不了新把戏啊，这得算啊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少年，少年咱得爱有这种啊，爱有一个冲劲哦。既然那是这道呢，是你啊，这少年哦，我那像你这少年，会当决定讲要做这道的，这都无同款哦。其实我底下啊，茫茫渺渺哦，足短足久的这这时间，三心二意哈、哦，我较无像人哈尼啊，有啊得三心二意啊。最后呢，其实。啊，就是讲人生哦，本来就是一个这个选择，对吧？啊，既然你要做，啊，我是建议讲，咱也要做，啊，咱就认真甲做好，哦，啊，咱手边食用的三四十支药啊呢，啊，咱小概了解一下，连讲咧用药呢，啊，就会当有很自然的这些轮替，哈、哦，所以你转落困的时阵，就那么多的药，有诶讲有啥物神秘啊、外神秘的这药啊，我甲你讲啊。哎，那是新鼻的药啊呢，拢是假的吼，伊、哦、是无够你知影讲迄是啥物啥物安尼尔，对吧？啊，咱那是接去甲抓，咱有咧记录吼、哦，啊，真的也可以很快就可以吼、哦。啊，其实把、啊、你哪当去轮流用药吼、哦，这物件呢，啊，真的没有那么难。个接着是讲管理吼、哦，管理上呢，啊，一定爱变哪好做不得，但更加健康吼、哦，这嘛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工课啊、哦，嗯。